双方共有消息。气旋 Darian 达里安，12月26日上午8点，来到南纬15度，东经85度，位于迪戈加西亚岛东南1800公里处，中心气压979百帕，中心时速150公里，每秒40公尺，风力13级，热带气旋级别。在过去6小时，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南移动。未来趋势，达里安以中心时速140公里，行进时速20公里的速度，在接下来的12小时内脱离赤道附近环流的牵制。24至25度的海温，风切增加，保持在30公里/小时。干燥的空气也减弱了核心能量，随着副热带缓慢东移，因此系统持续沿着西南轨道移动。同时，孟加拉湾的98B已经登陆斯里兰卡，来到印度南方海域，目前气压1800帕，热带扰动级别，每秒20公尺，风切时速40公里，被高空向极地流出和温暖海面温度28度所抵消。气象单位预测，一旦系统移回斯里兰卡西南部的温暖水域，就有可能重新增强。所以98B达里安风暴的未来还需密切观察。